中餐厅二当属时下最热门的下饭综艺了。不过作为老粉，爆炸君怎么能忘了那些年薇姐和小明哥在泰国的身影呢？正当假期，有网友就晒出了第一季中餐厅的拍摄地点。从网曝的照片看呢，中餐厅还大致保留着当初的模样，但是与节目中相比，中餐厅已经面目全非。也有网友爆料称，餐厅已经被当地人改造成了一家烧烤店，但因为第一季中餐厅的拍摄，这块区域早已成了网红地标，餐厅周围即便是在夜晚也是人气火爆，周冬与秋千也成了游客的必到景点。这么一想，爆炸君只想问，为啥节目中出镜的中餐厅不能在录制结束后继续经营呢？好，麻油爆香，三杯鸡要下锅了啊。一杯，哎，酱油。二杯，料酒。三杯，再来一勺糖，不用加水了，然后等收汁。